你们咒谁呢？我爸妈身体好着呢，你们骗钱有点底线行不行啊？真是遗产，是你前女友给你留的。董嘉文，他不会给我留个定时炸弹吗？你别紧张，我还没死呢。好笑，不这样你会来吗？当年咱俩在他区上认识，每天都有说不完的话。后来奔现了，发现你和软件上一样幽默风趣，又很有安全感。你突然消失，想想也是我爸妈跟你说了什么。如果当初你有100万，你还会走吗？可我最后还是没有100万。当时没有，现在也没有。不管怎么样，你没事就好。哎，我今天真的有东西要给你。密码是你的生日，你别误会啊。这里面没钱，我就想告诉你，我想和你一起攒钱。我这张卡也存来着，但现在不需要了。陪伴我呼吸，决定我微笑。以后再遇到喜欢的姑娘，不要再逃跑了。有一种悲伤，至少只因你。我把这个视频给同学，等一下，现在通过视频左下方链接下载他去，就能领取上百万同城单身美女的联系方式，别再让自己遗憾和错过。这是他给你的视频，你看看吧。周豪，对不起啊，我说谎了。卡里，是我这些年攒下来所有的钱，就当是我给你的最后礼物。其实一开始我挺害怕的，我怕再也见不到你。当你看到这条视频的时候，我应该，我多想为你穿上婚纱嫁给你。你以后要记得每天都要开心呀、啊。